心血来潮嚟咗呢间知见嘅日本店。其实劲唔好意思，人哋收工噶啦，我哋突如其来咁上嚟，所以变咗包场。讲真心说话，开头咧睇到个餐单都打咗个突噶，因为今日唔系啲咩特别嘅庆祝日子啊。多谢老公啦，突然间请我食餐劲嘅。我哋叫咗两个 special 1899嘅我。鲫鱼，这是鲫鱼的 queen， 生鬼鲫，鲫鱼 queen number one。这个阿布里，来这边阿布里 testing 我哥。哎。tuna， 哦 ，bluefin tuna。蓝鳍。哦，蓝鳍。tuna for two， one for yellowfin， one for bluefin。嗯。yellowfin is regular， bluefin special， 这是 bluefin tuna。开头食嘅时候咧，其实认真，因为香港人惯咗食日本嘢咧，就系。點豉油 wasabi 啊！所以開頭一黐身咧，成日諗啊，如果佢可以另外俾碟豉油 wasabi， 我哋就好啦。你哋咪淮山 testing 冇變？你哋咪 all your coming， see the all your coming。哦。Yeah， that's all your coming。Smells good， testing 冇變。Yes， smell good。Yes。Other oil。Master on the top。The flower is。This one take the flower outside the top together eat. Oh, okay. 後面有個鯉魚，好香口啊！即係拖螺碎。拖螺碎。番茄裡面就拖螺碎咯。我蒸花雕。兩個鯉魚。Together eat, okay. Oh, okay. In the little spin, little cook. 嗯。左口鱼，左口鱼包大子。Yeah, inside the 北海道大子 ，Japan called hotate gai。啊，加咗朵花，加埋金箔，日本料理咧就系好靓、好艺术咁嘅。阿里嘎多。这是 flower 寿司。而家到拖螺出场啦。这是 cotton， 这是 cotton， 嗯， cotton， 这配 cotton 冷带的 cotton， 北海道海胆，好啦，得，我最中意食海胆噶都，拖螺都系揾火灼一灼啦，咁就啲油会出嚟会香啲咯。拖螺包住海胆，里面有另一只拖螺，要一啖过嘅。拖螺几好食，佢可以外冻内冷。唔系，系外热内冻。融化啦，食落去。嗯，仲有啲鱼味喺个口腔度。日本鲍鱼。而家疫情去唔到日本咧，食咗当去咗啊！我哋有日本嘅师傅嚟咗香港七年嘅，多谢林老板。好开心啊！而家成日呢度预早一个礼拜前 book 包咗呢个场，你扮嘢惊喜吗？根本就冇烟入嚟。OK， 这是 called 布里，布里，布里，布里 and 鲫鱼。鲫鱼哦 ，Yes， wasabi and the rice， the rice from Hokkaido， 北海道 rice。最正嘅寿司咧就系细细嚿饭仔啦，鲫鱼寿司。而且今次呢个奥米加三系食得饱嘅，我都系比较中意食寿司多过刺身咯。日本嘢就讲求个样要靓啊。今次是特別啲嘅，佢會放喺我哋隻手度食。你會越食越驚喜嘅，因為呢個師傅咧，佢調味係好得噶，有幾味咧係非常之好食噶。我特別中意係嗰個蠔啊，嗯，好正啊 ，really good。我都幾中意佢咁樣咧，燒一燒，燒少少咁樣。
我覺得最特別咧就係你冇得自己揀點咩醬嘅，每一個都係佢安排好嘅。咁所以每個個味都唔同咯。咁呢度師傅咧，除咗整壽司勁之外咧，佢係即係最叻咧就係調嗰啲醬汁嘅，所以每一味個醬汁都係唔同嘅。哇！好開心啊！頭先開頭以為係冇噶啦海膽，原來仲有一個咁大嘅海膽杯，用曬成盒北海道海膽噶，其實正啊！你最中意係邊味啊？海膽杯啊！係啊，海膽杯都正，嗰個海膽杯咧係食到你哇，食到你唔想食啊！成井海膽咧，最後都係屬於我哋嘅。这个汤呢听师傅讲都不是一般的 miso soup 来的，是熬了个半钟头的鱼汤，新鲜鱼汤，还有你那粒新鲜的暗疮。好鲜甜啊，这个汤超浓郁啊，它应该用很多很多那些鱼骨熬出来的。会喝米酒，米酒 on side, top of the on side, okay?Okay. Yeah, 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 Just idea. Yes. 最後一味啦，甜品咧就係、是、咧日本哈密瓜，噴咗少少梅酒喺面嘅，食多啲唔捨得啊！日本人喎、哦，包場喎、哦，4000多元抵啊！短片嚟到呢度已經結束啦，希望你哋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拜拜。